听众朋友，你都好，大家好。今朝是中年先生蒋月泉老师艺术生涯60周年的玉蜻蜓专场演出。亲爱的听众朋友，今朝在咱一个晚会当中，要拿整部玉蜻蜓从头至尾侪要说完，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体。所以呢，在咱节目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抽离起来，要有一个抽离神。所以特地从苏州请来了著名的张俊梅老师，是的，担任市场演出的节目抽离人。玉蜻蜓的故事啊，广大听众的心目当中是家喻户晓，百听不厌一部好戏。特别是受到你汤先生手里划时代的，可是虽然是唱得很说得很符合时代，这句话语意生动，语美妙趣万生。那么金冠生送去首府给百美佳人，那我就独特人还搞独人搞了，马上欧大里想起的。那你我来就要倾听戏读，你他戏上个荣光是担当唱的经历出走，今咱们以行经过思索们不是牛来风干，还是担当一出，倾听经历出走。家中有两把椅子，青色布条都是今朝男人心头气，我要到处遨游，到处飞，等细路茫茫知难不语动心，接纳大花房绿水飞，凡子起用对方飞，更与那一子双双飞不离。我想平息夫妻斗气恼，想不到他们相亲相爱夫妻你，想我官身枉于山村里，枉于林路衣，枉于有牙白，枉于结发痴，同床不同梦，乃家翁双栖，我何必地狱之中受苦气，母亲有
恨相随的他们一路迎来东欧该错大不如大那后辈谁让去听话李醉呀刚刚一句唱片第一句已经唱明白家中有点被遗弃那么是呢你生有生命的但来听好了就是这个金都娘娘个个人才没喝这个人喝不是被与你三个女人比起既凶不破既守不欺谁恶是谁落入何时那金龟生海里不疑你未来未去为一句海话金龟生啊从前是爷娘缺少良好的家庭教育你功名两字你口谱你非功名呼吸不是样你金都娘娘呢压力不提苦重在催金你已经不帮女人们用功尽多失败费身取得功名们富贵其勇金贵生不肯读书呢娘娘后上子母一生你这个我一步罢了是把你们的从那个女人和我女人一步罢了你当板子呢你当是现在啊是你啊哎都来来这不是真的嘞无心可是我光不可以的披着车头辅助去哪个女人没男人一步罢了不依那么金贵生不对一看衣裳裤一裳忙好的一切人金山金师傅也可以呢一半路三更天梦中相见金贵生介绍忙好的一切人但后期才是不相不相的雨色一直欧当发火欧在欧当里向是您的一个知客生发明家至真哥哥才讲你是你受制于名气面孔漂亮都比你想和温和经济是我姐姐家人两个的一计中心哎等到欧当里向没靠我您是得得福尽贫血落日王妃金都娘娘也这个那女人呢不记得噻行私密行我的母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五年嘛你去吃了个粉丝幸福呀女人的幸福动物谁也估计算然后你也不晓得门粉丝粉丝也不晓得还是不晓得你得到是坏的得坏上东欺骗有东家娘娘一年可三等一年三等上人一年三等后台都急了至于地方的我们在一起讲的这个一年三顿甚多牛呀屁股上开的避开牛来海里呢三月天当中幸福的女人送俺们离避上下也可算那老中国王定和写的粉丝来说的所谓的非常懂欲望王定出来举行也当场还是你他身上袭击的家族今在三年长年我的师弟王八英先生的儿子王玉立你是家族有女而且一进去还阿掉去干嘛竟然得你他身上亲自制敌嘛唱得不错Song
呀，举门顶，沙飞黄顶，一匹心，我是房东人，早日神魂胎，哎，可以金色调家当先，我想你上夫妻上坟墓，哦，东庄一梦翁，山恩心，到如今没懂人，一路离家去，他一去忙忙忙，夜风烟，所遇山上冰凉都今世相依要独了根能两地卖菜，哎，也花灰神，他已是悲痛心绪，老泪纵横，失意间，所以居然起来神鬼大啊，追梦啊，你们起心了莫生成坏事，发训令命他们说说房东人寻不到东人，要打好林将本事与主亲，虽万里感应，但是亲容虽明白，不敬仰分清，举娘娘今日才开恩，命他们去房东人
心受了冻啊人，把他们在你城。王定举行，娘娘再苦也分析三日天。当阿里举行，幸福上那么要真的送阿们，分析记得嘞，欧当里想起。后续发火欧们分析哭孤人，金贵生啊，虽然孤人做此背于这个别日里搬了海，分析哭，你才听见。等到分析白，当天别日，金贵生在面孔高里是白着，一眼血三白，猜出来嘛，呀呀，药材嘛，口吐鲜血，伤病着。我们进去的三四趟，这个是家人，对待何文和服侍不来，对医的还懂。但是呢，怎么开方子，来不过老人们去吃药。啥体呢？这个方子不还一百家在地高去吃，一百家在地高去吃是底下抽办的，老人们去吃。不离佛家的是慢慢接，慢慢接，慢慢接，病人喝足的。至尊求度呀，你再得走起吧。你再不走起，那个幸福同我也我不理解的。你也走了，嘿，来福部先生打得来一个三岁呀。金都娘娘七载之罪，当行门的苏州人第一个差一截吃来喝。那么，外甥也是喷喷叫一起，哈，也是一场毛病。哪么来着？胃病。比伤病结棍，这个压下去，接到上头有啷响，一眼没用上的，两气。金贵生气煞，金贵生死脱，金家底下一家人家也无节制，单定独处，为何出家人身为落家，与世人，这个出家人良心好，不虚为退。拼心说明，谋天下之大不为，欧当里向云王才子，云王才子这个一头知名唱头了，今在是你个师叔苏玉英来唱。那么这个一当了，就是不唱这样的，就是你他身上自个唱的，你还不唱这样的，一唱啥呢？一唱就是他身上最牛的来身上个最的，哎。再是他一天分吃么子，我要去忙忙再是他嘞。口里之争，李奶奶要娘。
气得都痒啊，身是病，耳朵里呐喊他听医生，又不能痛心万难啊去，后湖岗两扎竹不翻，口恨当高心恨多，一别之真我个太难当，与我父母扎人家乡吃胡杨，哪里盼去了后一了盼，去后那盼走进来见那三太夫了客人双，最后来一位诗呢是仙气仙子，那么这两位艺友呢，这个一个上当呢是非常特别的，是两个师兄王八音老师他是潘文英老师两高头合作，难得合作，对的。那么王八音老师呢是你个大师兄，所以今天呢你这个拼档而且还有个特地王八音老师是不是火水白皮布，可是真正难得的。那么这样当初这个王八英老师替西山了让合作的人光这样王党是风靡世代，所以今次崇拜琵琶重新是那何岁呢，还是重新当年的风采，是呀。潘文英老师呢可是这些人光跟西山你说话没多在，所以你哭嘛哭得多好个么子嘛多，等些上台人都哭啊，一举一动一三一十的西山想得不得了，丢地了被自己去可以是为责任介绍这个线路往来往来困，你当罗斯去他提升当董家的一口个线路要么我努爸爸们靠我的牛，因为之前提动你四里线的高线风雨线路是让努爸爸开心破嘎今在可以是推的家庭干出来现在谁那个线路带动作用连起来对对门上铺线路上一路往正屋里过来是你来黑哎你娘看亚尼斯走起彭高在这个娘不第一年做亚国的情况仙气风暴小步步脚步匆匆走家有今朝西宫老头我只是想你好一点事都说是你那样大
两道人人必做官。在那说，此女聪明得不得了，将来会得功名。阿奴啊，假使你诗读得准了，我得那么公事，上我军人多啊为啥呢？他妈妈妈妈妈妈妈，锣声响亮不得了。是中上阿奴啊，你得功名吃高啥？我估计与同人家十二月得是功名上不对，贴了前门了。来来往往各路人口气无语，各位十二月中上，各家人家十二月中上，你得功名还有不对？啊，搿张不对，贴了第五天没前门开，贴了算了。哎呦，天狼一冲浪啊！天狼去马上旅购。哎，阿奴啊，难得子公民种子长牛，穷也不吃水饭，马队伍们做起来吃力，马不吃高的，还是队伍够的。等马队伍够，一锅里一块，乡邻不要外加，直接吃了乡邻。两国的马子三块嘛，不马不理，那外的马不理不人牛。阿奴，那种上牛子我安生，上方不去把那地上上牛外加十里裤浪的，马两块，北疆的队伍够。张水白菜也留不起，张水忙着门浪，干什么啊？开开打！这三天的高山，大家才叫你背一个。为啥叫你背一嘛？把队友让他说起来，这个女人不知识，一见我男人越打越磨了，有点十三点兴趣。做生意没破局，夫妻两家头是两间批房子，两间么做个地堂，一个偏向一个梁，一半堆堆龙炕，一半养两只小鸡。那么夫妻两家头困了上南河呢，睡了地堂上头带只锅，困了锅里浪向。今朝晓得男人口牙稀奇，在浪登门。一旦听见把门声，双娘告诉我都哪个住在龙德市不要山岗住来王浪王浪抽的乡里人搞在困不到嘴，告诉我是俺们乡里人要搞的，我开娘来抓开出去那个中声音，过驴浪向河来么？到半两去向驴浪去偷样么子？一根棒子，不人家麻子棒子的衣裳，你麻子棒子衣裳一夹分的些，专门的男人，跌得珠光对外，歪溜溜像呆呆人一口。我两天过来，手起的门一开么烂糊的，那个老大叔，你那天天走过多长岗当去？说的啊。也当里向去打，当时进来，到里向，到里向，门关上，咕咚一声，告诉我，扣押去。我不晓得那灯塔高个，是个，那啥也吃三碗。不，谁在拜拜？啥个拜拜讲？一个小奴啊，那小奴啊，同志进来夹着呢，弄不得事。算我来讲。好像活人，老古董的啊！三顿晚上晚上哭了，我到老师局探的时候，喊得一声舅，一口个牛爸爸，哎，其他的那少女也刚刚养下来，
从附近上人家山下出毛病，嗯，来不及把他打理。那么我这个两个人，啊，今年才四十岁，是吧？你们先，问问你们开年的羊在，开年的羊在，一得就一两分羊。哎呀呀，我是一羊筐子呀！不，我负责那跑地子，把你屁蛋进车子。啊，我是当时干的。哦，也是自家的儿子。哎，那个呢？怎么样？哥哥可不错。啊啊，还不难过。哥哥啊。雨菜后天天养，三楼坐在那一方嘛。哎呀，那个，那个娘三楼皮肤三八三嫩的，啊，三个四头呢，三个。三个，我要哪个？那个三人两只三眼，我只摸个咕噜咕噜。嗯，啊，三个缸里向两个乌头呢。三个，啊是啊，石头一样。刚开了口。哎，你到底是哪？这眼睛。我要哪个？哪了呢？那个娘三楼都比我东东。那不要吃娘的。啊，三个在模糊呢。三个，啊是啊，人人得三个。我要哪个？做啥呢？那个三楼家是对温女温女，嗯嗯，啊三个金胖黄头呢，是女的啊，再过来，当心的，当心的，你当心。哎呀，哪个？做啥了？在江西这个？那个娘三楼两排屁股，嗯，挖多多，嗯，啊三个两张粉皮呢，还在，还在干什么？丢地的么子也不能收五个的呀，搬起来吧。哎，我去。不要哪个？给单位做坏了，坏了你那。我心里不是设置去马东地啊先能做出来个钢琴钢啊都敏感哦看去嗯你先能把这样的一旦做出来嗯有没有过太多人有两个心里两个哎这就东地这就东地这大卫东西都在哪里了呢谁的走路哎个老乡我有学校死了嘛、哎、对对对啊干什么对对对那三楼的来龙去脉在那个，嗯，我不得来不是，啊，明朝一早，请下代工南货店的倪先生一口，谁晓得个三楼啥人家？哎呦呀，南家那不是倪先生一口嘛？哎，晓得个三楼不是你自个养的走吧？高师傅啊，本来不是你养的，要是我养的，高师傅，嗯，他养好马门，可不好马门，哪啦？都比不得南阳三楼呢。哎呀，那说起来我都胖了呀。那叫都你都胖你吃都胖你吃都胖一个你吃呢都胖你吃都胖你吃爸爸胖胖就都胖你吃不来是吧都不懂南洋县那是那那那说起来我是二胎那就是二胎嘛都比不懂个二胎可不吃自家不晓得可不吃个哎叫二胎啊一个什么胎鱼骨那边吃过的不二胎鱼个哎鱼个有个十三的女人说得出没有十三的男人相信的了啊是我的是那样是那样是我养是那样是你的要是我养的、我为了当年出养女之喜那出养女之喜那么口压是走来哎走来我们拉过流浪向发动车发动车哎那要么发气要么发动车一个我们玩了玩了还都比动来去黑了你啊哎这么扯还不相信我听听嘛这是你让养的那么难走的走走阿、啊、来，我摸个男手，不来，去不去？帮子，阿、啊啊、来，来，跟不来上去，来上去。啊，哥们，我谁带过流浪去啊？被伊带过流浪去，俺司机，还是我司机吧？过嘎得儿，门太开，才让时刻，该走吧，上吧，上吧，啊，上吧，你上去。哎呦哇，都被冻的啦！告诉我，哎，江开外面还拿十三米都被冻的呀？狗让接羊仔，羊，哎，羊没崽的，说让我羊崽去说啥个崽去？你那是羊，我不要养女子这样，养女子，哎，你根本连都比不动，哪养女子呢？我不是二胎呀，哪叫二胎？都比不动的。自家不晓得口不吃个，哦，口不吃狗胎呀！哦，哎，像你到大家听见，直接去搞这部十三米的羊子，根本都比不动难为羊的二胎，二胎是口不吃的，你像商品这个叫人，告诉我，哎，来，当心点，我马上去请奶娘。哎呀，不要去摘，难了，已经羊子出来这样，真羊我来着。哎，像你到听听啊，直接去搞这部新的可以夸夸上夸羊。
真养活来着。干什么？哎，你当时叫你啥烂皮头头的改改哈？不要紧的呀。难了，往事里让一代养。滚！都娘的，你我来，我来，啪！耍人家里让一代养下来。好了，我忘记。你把这个吃了了还？我忘记特子呀。谁知大事，接触听听。眼睛一杀，三顾不塞。数句谎言，西藏村夫人的数句呀，吃黄而黄黄蓉，饥荒永空不可落千两银子，上司不正饥荒，到底买吃还得撕开不可。昨天呢，清官不太人欢喜，平常辰光没些进送上去。上司为恩在心，背了车队打的麦子还得撕开骨口，你敢为了千两银子当光马光只有三千，为啥三千？想着金都娘娘落入海市，问金都娘娘叫一叫，啥人去叫？不三个牛仔姑姑去叫动的，娘娘一口这个三姑，我认为一个三姑娘想的也是一样，鸡蛋米空的找衣裳啊，这样牛牛呼吸安过了海清，给谁给他找你安过了海清，心里想发出来个呼吸，叫王林去带鸡鸣中当时呢，清古阿根跟胖七斤不答应，嘿嘿，一来对自杀七弟答应了呀，这和王的就是狗鸡灯当与甘美玲的刚文的同事两个的预测。今朝金东娘娘起名两个字，一个是谁家里的事要叫谁牛仔，一个是孙家里的事要叫孙金吧。两个岁都同年不赛，非在人品等样嘛，而且文章就能够无配的。金东娘娘为之起名个两个字，归在王里要哪忙把上一头懂得来骗起树立，所以今朝金家里里里那么孤灯之彩热闹非凡，何可一门清清楚楚来自发发射射神光二模样，王林怕两句假子出来，这两位射阳一起到龙岗这牛仔，一起到布马这金巴，那么这问题呢，牛仔应该谁来怎样主要为谁是今朝三月份除了不拿个金巴的谁来，那时的油麻烦人谁来呢？那因为金巴娘的哈布已经带着农啊金家里现在无哈衣裳嘛，那夹子一打马上上下到农啊金家里，上岸了李路浪不得过了金巴谁大牛仔为啥爱嘛？个娘是他他发发呼吸啥奴啊，今在你带着金家里是要输了奴啊，怎么一要听我不口气呢，我们难困得着你到牛仔白带夹毛头啦嘛，想想面孔闷闷头巾，有些来洗澡真好子呀，简直得知不你这个是风暴沙发子还松碎，神光一通嘛，所以牛仔的戒指戴得爱。那么金巴虽然安出钱你分，王宁的意思，王宁想等到两个戒指，到两个小奴一道出来，一道到里向，一道把辛苦上得零零落落。现在王宁看见牛仔戒指，但不要紧，请一上，啊，请两位公子爷出家。那时候一听嘛，两位帅要打打我是金巴带革命一口嘛，哟，革命的线路，但我错完我都上头，孙老三衣裳一样，还是我等了前子里向闷着话，啥时候等来呀？你不知晓得娘娘我哎，牛仔的有点什么个？因为听金东娘娘讲过，是有个妓女是叫金巴，但我同意不收。他为谁是你家上去接应吧，这不非龙出带的内外人，所以来了给他不懂眼睛盯了是金巴的浪漫。王林当中往里抽根线，
啊，沈家公子，是是是，此乃是沈家的少爷，少爷，此乃是沈家的公子啊。奴才一听，暗怒愤怒出，十里军百万，但我同你不散，不知少年大无畏，客气地总怪不错。踏上一步，哎呀呀，武当是谁？牛来哥哥，哼，不该，武当是谁？牛来兄长。兄长，哥哥，请兄长，请哎，哎嘿，磕磕血水，康康血不得，偷偷血风，手手血手指，一副血膏用嘛，两高的蒙着里向进来，搿两个血奴才乡里头自家摇，金白乡里头摇圣君亲，拉拉实实，周代国扎扎最大。车队背不来，怕哈不回，一点一望是个垃圾堆。牛仔像姚金贵是聪明，活络，花头金头，是个像金刚走法门，是个忙上去与飞队。比方这个人，金白家金龙娘娘，金毛大人，错不错？你少太人欢喜。牛仔两样，你拿个鸡来去秋它，摸着我的搞个亲子母亲，你口口推背一个字，不只要杀了计划的了呀。那么有人的辰光，肯不人的辰光，你很美、亲美、永远美好，又接这个金龙娘娘骨头也是。两高头差不多长度呀，身上一样白，三个像双扇子啊，一对十对斗片。今朝牛仔风里出的为啥不？搿张面孔的金贵身上的一半无二，三个一个一百里刻出来，金刚里像个青州第一座古迹，大家才觉得奇怪。天下是把谁样的啥样子嘛？说头小小姐，说议论纷纷嘛一片落呀。两个小奴在厅朗向辛巴辛苦，那么就鸡鸭鸡娘，就鸡鸭鸡娘么就该搞的。为什么该到只有鸡娘鸡鸭没得？怪声出气子分住不老理。特殊当中两只咖啡，金东娘娘忙着我睡咖啡里向身体受的，上睡个只位置空了啦。到空位置可能出霉的呀。金东娘娘的牙是养出来。跪在屋头，到天井里向去，带一份千年云，忙着上水位置里向一放。他一个推车，那么两个小奴押进过来接鸡呀鸡娘。金东娘娘靠，儿子要么不改，一改就是两个，我个肚也非要痛的，养出来是这个道。回过头去看见个份千年云嘛，碰上了一起。我问侬，你鼻子上还有没烂句子？满不隆松松，倘是今朝怪声的浪叫喊，鸡鸭鸡娘年纪轻轻，两个鸡儿子噔噔扬扬，那么真的实在一直美，搿来就叫美中不足。结果鸡鸭鸡娘进外公外婆，清清楚楚通通见过世人，大家身体受的嘛，加上大人不开口，桌上看两三人三排的，公公兄长，总分事体。要分一个毒蛇，哎，用不着大人打你多分，你都自家分得蛮清爽。千人兄长今年几岁呢？千人嘛，今年八岁。哥哥今年几岁？哎呀呀，巧得很，像千人嘛与兄长能同根，一日八岁呀。啊哟，真是巧得很呐、啊！同年大高八岁，不知少年三年多不？千人兄长几日生日？我这一天问我生日，都是我要抓狗子。我到生日呀，上半年你个里，阿仁，两个小奴子面上嘛，兄长了哥哥客气，心里就说谁了让这样子阿狗，阿狗子，啊，哥哥，嗯，小弟生日嘛，那是寒月十九，哥哥几日生日？真个娘，哎呀！个雷阿哥，这个讲不走，比我要再出十个五，爱得了呀！
是与此是来嘛，牛来哥哥，哥们唔少客气，哎耶的，是哥哥，哎呀，等人估计是大家拍手叫好呀，哥两岁侬哎呀活络，自家会得奋斗不是呀？留下来马上把人一面开台唱戏，金童娘娘举重身体受的嘛，两个纪念字摆到身后边。从今朝开始了，金童娘娘是偏心，你欢喜牛仔，搿哪日头不过人啊？别讲白养，对对几样咸菜啦，搿里向娘娘是有分当。如果几把牛仔吃，几块鸡个说话，也难。活肉，搿种肉嘛，鸡身浪向五百几块，这下子嘛，往这牛仔窝里一塞。搿面鸡子官民夫妻们不得娘，马马虎虎，头巾，头巾浪向侪是麻，勿过哩，往这军包窝里一塞。如果几块肉，不然牛仔吃的时候，娘娘也该的。五花三斤三装，皮囊上放有半个满，清清爽爽往这牛仔窝里一塞。搿面也要记住，马马虎虎，随随便便，拿破肉一塞。搿来大爹是也能不动了，他是动炸也不生。说是天天要吃五花了，我要吃老婆尿去。哎，这俺高兴的事情，金童娘娘隆隆是要阿四吹。为什么东吃这两杯醉了，你也千金奴娘子？我家里有娃子鬼，想着鬼神背要哭，这长腿嘟，两朵眼里面说咕咕来，牛仔看得清清爽爽，一个鸡呢，刚真没开心。十三岁里吃夜里哭着呢，皮肤显得微伤。哎，金白来这就是你的纪念子做新鲜。收得金白三岁微微嘛，一年之后，他你革命去，讲他两声闲话，金白对里头点点有什么子？那么两岁人凳子浪向忙活忙活忙活来，到闺蜜阁楼头，一地找什么？青龙哥哥，嗯，寂寞他有点累呀。哎呀呀，一定一手不醉，只因鸡梦大人出门受灾，眼神就问，不而鸡梦嘛，才会挂你鸡梦大人脸呀。对的，刚正客头，几个人不搬家，一门千年云呀。我出去是不住，可是飞黄鸡娘，你吃你的千鸡，水吃不够高，嗯，内欧弟兄。应当相求随意，应当接求的，哥哥亲，一对亲。老外子身体受定，个老子的需求，你个求得发求营养高的。啊，智谋大人，孩儿啊，需要背上像智谋大人们需要回来的。啊，你个种求得发求营养高的，只要你个种哎，我京东娘娘几次必听得的。你都不理垃圾啊，所以神句不靠我。那么牛仔去力量呀，谁呀要无面啊，母亲。哎哟，这啥母亲啊？嗯，见得到上月那黑哦，行哈哈，真呀，像母亲有点累嘛，嘿嘿打针线的，那让哈叔提出，你刚刚到金家里来，金家里的事体你要分析的喽。记住，你是刚刚到嘛，到门门口。孩儿啊，嗯，那么你到刚刚口，为娘有何的苦？莫非在被夸你鸡毛大人啊？对，哎呀，上人只夸起干是不理听的呢，跟哪唔说老的话？是呀，你这个鸡呀偷不生啊，母亲的出去是俺几伙年数分租，哥儿为娘们伤心落泪了呀。哎呀，母亲，得请放心。说是鸡翁大人啊，哎，搬在孩儿的身上，三天之中嘛，一定要回来的呀。你等到鸡呀旁头啊？啊，你突然担心，
规则呢怎样说的？棒是分棒是分。咁那你家有一个呢？一男是个呀，既然让外地白相呀，咁么屋里没事体嘛，你为也白相。那么现在屋里又是两个经济之子呀，我们俩有多少三岁哈？屋里有两个儿子的啦，可是我们俩就去做窑子。所以我说三个天会多了些嘞，所以现在我的就能让心累着呢。哈哈，娘娘晓得你喊你婚呀，阿姨说要进本子来做窑。上次你都要分听句说过，虽然现在的汉月婚，但是那个中秋金龙娘娘充分听句说过，心细过啊，不理得赢得写出来，哈哈一些嘛，眼里靠靠过也要接些菜子，五花脑婆豆筋蜗牛，可是中国的地名难记，不过娘娘那做女的呀，我外子起名个俩女子啊，懂得用的不是这只是一路阿东汉区，东汉区的废弃生，如果不东汉区，我不种动力用得冤枉一张。哈来哈去，是一路治理下，听得了真心言话。我来问问你，孩儿啊，母亲为娘问你啊，问的是知母亲忽视你，哎，为是为娘忽爱你。这个女子一听，哎呀，既然老老看看我啊，来听听看，少年呼吸，跟我说自家娘呼吸，不离别动气的，跟我说那几娘呼吸，又说起那个心都没良心了，这一想不给，啊，母亲，好啦，对嘿。是为娘听来，自己母亲爱奴日报真。金东娘娘听这个啥说，我们一定不考我。你啷讲？自己娘亲爱你娘半后真，苏州人语句引用句子，就是个杨门是呼吸的半后真啊，真欧巴，就是最好不能哈。你自己娘亲爱你娘半后真嘛，我几娘不够这样子，说娘娘面孔包了这样。那么为娘，你用不着个面孔敷不落了，我的位置里呀，天子为难天心。你娘身的亲，哎呦，谢我领你为公的了。你是几年前爱你娘半后真，我。生的亲，就是比八五中伟也好。这个是一路东海区，各种同地用得不冤枉。不，我再来问问你去。啊，是。你看我是山东好，我是自己苏州好啊。就是一个难题嘛。那我说山东好，什么呢？苏州得出来着。跟我说手机还哎呦个小奴要放本的这一下嘛我落地孩子母亲啊一浪十不宁你再浪放山东哈不宁放山东哈是我分听见我是有听见那浪说而且你认为给他收集好名说
总而言之，山东苏州在面。那么我再来问问你个，孩儿啊，母亲，你们是山东人，你大叔嘛，何时回走山东啊？你再听这句闲话还回答个？什么个是将来的事体呀？眼睛们穷得来，落得来啥步骤走起呢？啊，母亲，孩儿啊。来惠州山东，来我呀，时间天长有了慧根，应该会得沟通安度晚年。那么不是说我一去不来啊，等到后来千年我三年谢幕嘛，还要带苏州来的呀。那日送回苏州。地精精地精精是要地到心窝头里，那么真正叫恶心啊！你听听看，你陪我五百日家，一陪我一世的啦。这个不像几女子，谁跟我自家女子哇？娘娘，你家分晓得，这个是那么实在的女子呀，心头大刺就说，请听我答。眼睛一眨，自家八年，牛仔十六岁。金东娘娘三十二岁，都要在科隆时发现玉心亭后山上头一首学诗，方来聪明。什么两句不离口出来不像十三年年刚不是四大文化对花月正昏王这样写是新一年寒月季，那么大娘娘讲这个写都应然有在身了。后一记得说言，而且你的这句黄昏昔日收养哦，金东娘娘想，这个是对了。所以等到牛仔乡上沟口得中一帮高女们，娘娘定心，拐着牛仔来，口以相思句。所以接下来一首诗叫《牛仔失望心意》。今在第二十一首《失望心意》，相思句门前，我牛仔黑带上头，看见娘坐了海，搭上来恭恭敬敬。啊、母亲，孩儿见母亲。哦，这个儿子嘛，实在太人欢喜个。虽然读书太用功了，来眼上的六十五岁的。嘿啦，一把收下。多谢母亲，啊母亲，呼呼孩儿登楼，雨后寻家。趁娘娘心思，等你来就讲阿牛啊，你是你都几要娘个。后山学士想想听上马上复兴贵中阿能这样讲方来生见约束者不大你这样一讲先你马上又飞过又飞过了个黑我就听不进去那么那哈你这还婴儿不露还来个去有些聪明人让你自个想到个点路上去嘛那么神个说你啊娘娘为这个两三闲话是腰里向失眠了，困不着，上油的嘞。好啦，母亲，为娘
两门有几句话在此。是是是，孩儿随旁听讯。想着三姑你们还话分高眼里进我来着。哎，嘿啦。听得你都像垃圾一样，你都记得我叫金贵生，偷不想不肯读书，出去是十几年嘛，想想不，口上什么西当外头的，今朝么又是个两三，不生花样，不相信门都听，白是个两三，岂不无真样？那他是太。你来他是我们不信花样，我是求求你呀，俺们亲，像我们家几步乃是与世之事，第一社会形势放雨，雨则得之嘛，谁也未来的，只怕难了。儿啦，你可记得？本事，你第一趟到我屋里来，我看见是你，对你哭，啥个道理？要对你两动眼里。我到今朝问懂了，啥子对我要哭呢？为你何事？是为你下毛骨，与之无一不言。你这面孔啊！像多几样，这点面孔像嘛，叫衣裳像。你多几样，再欢喜在安哥罗海亲嘛，那个仙女还扎进安哥罗海亲，是不是？我看见之内嘛，像啥？你多几样子，所以对你好呀。牛车又好得了呀！我的几样出来，扶上我身朗向，你像都是俺种强烈的了。哦，牛来水吃，实在欢喜你们呐，像出来个机敏啊。儿啦，哪里话嘞？娘娘一口啊，妹个，牛仔谁人不知道听自家讲？没神了嘿，搿么喏，真经事体还讲着，嘿啦。像我娘娘接住三脚，手里拿着把梳子，搿个梳子啊，叫肉心的。不懂，
要心定是什么东西？乃是金枪走上的是绿佛，你知我当你带出门。哦，有心定乃是金家的首家之本是。既无带在身旁嘛，总归在这夫人手中。啊，母亲，你可是这样子夫人，细细的不闻不问。那有不问之理，一门门亲上走。个小娘娘叫朱三娇，你个阿哥叫朱三七，配队伍的。啊，十六年门前，二十九里口子要西回出来呀，拉铜钱头，身上一样么子。什么东西？他是归家楼上是一次雨海谁一滴雨有心这海水么是什么？搿就算是我亲手在亲手做，十六年门前独居要出门辰光才吃起。但是搿就后山啊，摆了蜡烛纸摆外头呀。亲上，搿个山头是既要养了外头的死奴。宋代金家里张婆呢不肯收留了，肉身的牛山把他三官身上制出三别金官身的菜品。那么你看那个山沟水下来，不知那分送的，那同样的出事体，把那队伍的两百朱三七扣押时才得起。哎，这个我充分听进去。第一遍，蛮新鲜，不知道蛮好听。那人家听书的啊，听上是老者，也听我起的。哎，原来这样。这个山头带着豆腐地里，你不叫人家豆腐地山头朱三七发气嘛？一家人家擦家地皮光，么人家高里去了，哪个山头啊？冇得个。哎呦，这个秋子啊，这年上堆出去，一堆一头子，山沟冇得个。这个故事好听的，非得好听，我讲蛮曲折。假使如果用心定将来编支书。把那两个十四张唱的带出香港，有这台的有这台的不能猜到的，有生命香港多啊，一个太太身上非猜有生命张云林，为一个太太身上应该睡在水牛人，一他身上张云林身上王八银，为我公司的师兄苏世金才是香港，就让我们再台湾啊，台湾计划不懂的一眼别个上第二台会应应的，就说个山沟把那队伍地里啊，被朱三七拾得起马头。哎，口子下没有虚样人，来两个谁懂？啊，心碎的几时刻？失落。这个没语气，没好不像，像听故事，听得意的嘛，就说山头这个白头旁边两块肉，佛我落成，不对，
你刚子不用的这个山官不是日本人的，是我的。那已经听出来能够聪明，一帮高牛咋来聪明？你当是老头牛啊，我说说的不懂，高牛就聪明。我你听呀，你讲闲话样样实实的事体，当我在对得上海在应当我身上，这山官是我。我这样说起来，这鸡呀是亲呀，这鸡娘是爹母，自家的一个儿来夫妻是我一直父母，第五地里来辈来辈娘还是我爷娘，而且我外头还有一个养我出来的生母，背这里一手不得了，要给三个爷四个娘，即使讲我爷娘再多的。将来谁是三千块的工资的那样的问你呢样不问我谁刚第二样的了，我这个事绝大部分能这样也这样的失望的气这样做些理想有个日记分能不能写的那么能有心灵和谁两样们是一张鼓励像一扛唯独一三两样们活旅的失望的失望们把过多收一张是做理想收定一张鼓励两样们是挪出来我是个人很帅啊马上是做了像一铺而且马上像是举发是一些多肉要说得了更过来的肉说能生切那么还像刚刚也像多个一首诗未必哪一个吧小女拉妹但是后世奉子娘娘之命来送孙太给娘想得的一口吃到书房里向想是丈夫亲人打发给弟弟人一杯孙汤来喝来过来书房门一开都是一起起小丫别客气啊小我对进来嘛孙汤嘛四处郎一方罗子所不也想去牛在这个屋里一口没有买你是光景想来上的无体哎姐姐回来啊哎呀，三兄弟登记了哎，你啥吩咐家？先生一句句说话，也动问几句。没喊话，坐不比浪一个嘛。哎呀，有啥闲话，你尽管吩咐嘛噻。蒋书房门收上了。朝一柜子门了讲，啊，过来吧，哥，门关上噻。哎呀，这是亲手。山羊老黑们哪有我的一个生为你欲望同文哪有不是无忌的不买山羊的方式了该如此亲长啊亲们自己今年几岁啊山羊的呀今年十九岁我眼光蛮凶马上是满年岁十九我十六比我大三年不是阿东东不在还亲家来不动门门不认是什么亲们自己生来有女的立刻真相哎我的面孔红了噻那么我两年之事体阿东你今天谁要是等我客气的嘞谢谢谢自己人自己的啊阿威那面孔别致了谁要可中我个哎呀呀真正一个跟头你在这庭院里这我的是恶心谁要有人管理着一帮高牛我就是高牛夫人你又来你种傻牛我就比傻牛夫人你什么话想嘛我就比相国夫人哎呀这个说起来个市民身上得有点道理的呢是我今年啊有喜事有喜事那么我自家看看自家这面孔叫福星啊来肉质质胖嘟嘟福得得嘿但是呀夫人呐、啊、嘿恶心的个我的冬菜那么个收来他分析人光龙个立下神风凉冬水阳山西石海各种事体还要讲的呀我都记得来得个来你空么羞红，心里么靠过。哎呀，小雅，这个养你这事情嘛，我得有点动的。那还动不动请进来，请问自己，嗯，你可去想一个男子几岁能够生育，但几岁生育？啊，一个男的，一个男的嘛，你不会得养子，但不嘛生育子。
年八十六，就十六岁个小伙子还做牙子。李先生，我今年十六岁，自个分过上五六度做牙个，自个已经有了孩子。也得几岁不为养，不过六十四。老娘讲市场经济岁七十岁，我十六，七十岁才七十十六年，背这里一数，五十八岁你们让养，养得出。那么说再再要紧，关键他娘孙郎了。假使女人还能够养得五十八岁，那么这个非得我自己要养，关键性问题。请问姐姐，一个女子几岁能够生育的几岁生育？啊，一个女人呢，年轻会得养子，但天天嘛不会养子。年轻十四。十四岁个小姑娘还养儿子啊，可以养的。从前你说这一句话啊，叫十三岁做娘天下通啊。现在晚了，兄弟，说明吧，兄弟是提倡再婚的。所以那个养出来的小姑啊，身体体质才不灵的，年纪太小了，养出来的才是次品的。外国人看你不起，还你东亚贫富嘛，跟那些还有点关系。中国人的身体差。现在有婚姻法法定年龄二十岁，一个女同志几岁养小姑，再再好再再好，你五六岁精力充沛，再再养人的辰光发育健全时，那养出来的小姑高精致质量呱呱叫，所以叫愈生愈育，搿辰光没哦，你七十四岁还养，养得几岁？切切切切不能切个切，就是女人养小狗到四年人搞养个切切不都切着，那么叫天官一头嘛，养得出子。苏军人的闲话有道理啊，四十四养你是迷失了，四十九养你是叫关门局。那个女人四十四岁养你是没意思的，养儿忘了这个忘记。这样的也看看个小狗，那个娘水平也上低，那水平都低，生出来问题吃不上个。这个小狗没意思，四十九养你是叫关门狗养的，四十九岁关门落手嘛，不会养。我们现场抽开了灯出来，法国有个老头七十岁才养头三嘛，我难，就是叫外国人，外国人那样养，中国人只能够养的四十九岁。娘几岁？其他他到老娘家西藏去童年，还是七十三岁，而且要中人正怕祖国亲国，生不为后世，一夫一妻，你只有一个家世，我们只有一个娘。娘七十三岁，五十八岁的老头养不出子。哎呀，这样说起来。我是女夫是谁家里的夫妻呀？嗯，农村上人，多谢姐姐，少爷别客气。我有什么理？请便。啥个没在？我们那里等你。少爷，阿姨上了家，你问一下我了喂，你先生呀，你看。一门爱我才门特子呀，没爱我的我也想是拒绝，我有什么的？哎呦，爸，你告你，我的嘛，总归答应的呀。我一想是拒绝，在那旁边犯不清爽，可是啥样脾气呀？你要求见呢，请见呢嘛，自己拿自己斗。现在门明白是你，我也在那旁边嘛，犯不清爽，这个太大意了。你们就是面孔一白的，我有什么脸用啊？滚出去啊！哎呦！是出在那么的为人开子们脑子说不得得得得娘里吧谢主我对将来你也是个八相了呀，我你做相个夫人啊不对特多呀，你那做相个夫人呢做啥呀？龙清上那不是西家里来夫妻样开始想去世去世里想想出来娘的名字叫至真。两个结巴妹子发火里向出家人，三世他发明叫至真，那么上次起来个至真阿姨了，是我个亲娘。
湘南戏剧又在武当人娘，请听武当。谁又在湘南戏剧方式明白自家里的事了？不是你得亲个爷娘，爷就是该打个鸡呀。金冠生十六年门前一件戏，娘是个出家人，发明叫至真门，孝心一片。马正欧当里想去认这个娘去，就接下来一头唱叫不离心亲，所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世界哪个没娘亲。以上你一唱，因为我们上海平台这个知名的男艺人刚文来来是为大家一唱。不被叫的有些欧当人娘们所以在那欧当里向也用海话去打动这个出家人，出家人清官佳丽，送一个王法是不是不够人，那牛在背也达到目的够肉，哎，杂业功夫生别差无人生，与之在世精神在于不能达到目的娘人上。你在倾听请记不得圣说的欧当人娘，谁又在欧当人娘？这是他不肯。牛在阿东东，出家人立代谢，你不够谁在干嘛嘛？是你。咱们牛在周年里今朝我淡定注意，再看我学书上想举子来读两句，不来听听，那奈何晓得？一清二字来着，你带动你好人子。母亲，继续讲。我家娘亲乃是出家人，并不是外甥后裔老女，我是以世为真的。啊，为师了？什么以世为真啊？都让人理受，死得的一样，他是真的血。谁与国争啊？母仪，你听了这两句诗之后嘛，你可明得非呀、啊？谁是他听见这两句诗，认为的忙着门前一话，这个两句诗，自个亲笔递了后山那些，你念得出，为不是我儿子杀人的？哎呀，十六年来我这不忙也不忙，今朝总算把我补上了里子。十六年时间毫不悲戚，但今朝谁是那独自之子，最想起把后事母心化。我在胸口的出泥巴子啊，想那真奈我在空门是都比去你，是不得，是不得，是不得，我是吃咖喱，我哪喊你儿子哦，心里像一人心思眼里下来嘛，把竹子的眼睛看眼里，口里不走生气了，让看眼里，你还不是我娘，你不是我娘，你耍起一哭，那么你是我娘，是我娘，你耍起不认我，我已经害我失人失人，里头血丝浪像句子也读出来了，你让你眼睛蒙这个得亲儿子，你娘别子。要么你娘出自家肚上得比俺爹多，亲生的儿子才别了。怎么你不肯认我儿子，我不肯见，叫你娘个呀？客人光个牛菜也是急也是欲，也是欲。好了，身体调转来，戴君子送子不应。哦，八代郎想伤心回下。大师啊！
何该因关于死悲一片心，想你送子是没应当，送到娘为旁，你不该把那父亲的婴儿去了送神，口啊里我是刚吃娘胎，你是某今天养某大亲生，我们人的旁人啊吉祥，收到买来的孩儿能热几分温，十路两文人当一斤，这样的季风叫儿好地口用生，今恩热里我才推始终意，人家大爱们那下几两娘亲娘不认，他心如铁冷似冰，并无半点温柔，竟把亲儿当走了没落神。你难道今日天热的心让我那女在这个两三年上上去就在吃了谁是他心了，别花你只要运我你一个女子啊，我今在不认内我未来未去谁是未知内呀，不能再留了给他下去吧，暗暗对比给他家哭出松子归的门开门，他还说得罪对回过来给你子妈妈你子啊，哭出声音，气个咋碎？饿了这张纸，忙称了一下。牛在听见声音，不走身去一口。啊！不理，看见自家娘饿了子猪，突然间得罪。刚刚不过两句闲话，分量太重了。娘老郎动气走，啊，说娘我去赔个不是刚刚清爽。不过我要门上来娘耍去了。你不肯认我儿子，胖力气生得更大一点。再过来到云房门跟随口子刚娘进云房，半门一回，过。那么就再不懂，今朝是对娘的亲的儿子面子。今朝娘不肯认得我儿子，背于你个道理，背于你个苦衷，我倒要听听看到底为的啥。
身去马正远房门边上哈了一声，拉上耳朵侧耳听。听，谁是他哈的？本正远房弄远房门半夜会咕咚一声么不来着，哥哥你也哭出来着。可难，不能商量，这他就吃了下毒药来商量。大姐，进来，你我的孩儿。
才听得见清清爽爽。哦，又是俺娘为的人，你自费的啊？原来为着我个敌人，为着俺的刚害我，哎呀娘，那是样子的多。我现在觉得娘，你这两高头能够登哪一代来过里去？刚耍个害我，过里我耍个敌人不敌人？我谁不要？我觉得那娘。啊，咱们来讲讲清楚，大堂里面汽水旁门。猛一开门，猛一开门呀！哎呀，牛仔声音问，告诉我哭两声，我这阿不里听见，一只眼里看一看，当啊云王，未必哪一个？猛一，为什么有几句妖精话儿要告别猛一开门呀？我不能开，我随便哪不能开。今日里病已全病复发。你与我们隔着再见吧。不肯开，一动眼睛一亮。母仪，既然如此，母仪身体保重，外甥告辞了。你也去吧。想今朝分开时，不知母子几时旁的。但是我万不办法，既如如此，士兵已不由送礼，为甚催礼？哈拉爹走身来，你忙着哪里出去？出去辰光，两步响响的来，当当当，有心娘来听听我吧。到周围的让胖里顶哈拉掉出身来，人都让围进来，搿两步路轻是轻得来，一夹一夹一停来，到了然后身体哈拉，神俱一瞬。谁是他老弟？声音没做完，起走啊！搿是像今朝分开时，今朝今时母子不知还有大队有帮忙，搿么子啦？让我开开门，再来看一看。让他看看你个背影，还是黑。所以青铜龙追过来，门锁起的门。牛仔个么叫锁片？看那个锁门开开来，躺个他家裤兜里向。母亲，听见母亲的样子，吓出声狼吼。哟，你是谁家孩儿？谁是你的母亲？自己的爱的，我出家生了。母亲，哎呀，好得着。你想我一定就知了嘿，这些太忙这里下来。那么才跟努力临近去的，牛仔肯放松啊，跟那个再进来云吧，抬头一看，想的了一定就知。青沙子，母亲，这是什么？他是神。为要聘我神啊？你得乖乖看啥个神？搿顶脚趾上像个啥米糊大子，大家一般符合的。头浪向手在紧，身浪向安过了海，从水里向萝卜手指荡得溜溜，一扎肉心定，不是两家搞啥人？母亲，他不是神，他不是神是什么？他不是神，乃是金。那他不是金贵神？金贵神啊出来的，还不是我娘？那牛仔不来，胖了一路不落多，举得了浪几浪呗？哎呀，母亲，娘啊！
在心里拿出来，托得娘的门前，母亲娘啊！这是弟弟的义务，有心灵为母亲你亲笔手里的血书，你是生了孩儿吧？一句血书。伤心，想当初的话，我了后山老乡第一个算学士，就不忙来将来儿子肚子之后，小命失去，欧当人娘。今朝来儿子来认我娘子，我哪个认得？我认识呢也害你一世呀。为了让见我夸你，母亲娘啊，我们口口声声把娘亲叫你们应和，为把我寄有称，求娘亲恩不必多顾虑，你怕什么生意可安慰呀，说门恩的你怕什么王法内用水来淋，你怕什么？爱当神的娘要读诵孩儿的好人生，我宁可惜就高估我绝不女走狗，否与娘亲的不孝生。母亲娘啊，你人生了孩儿吧？这次他听你讲个两三有想对呀、啊，你是我儿子，我杀了不能言，我心就走一年年父亲又走一世去，待得天人都是那个王法父亲先是宫里把恩怨双水将儿父的今是爱当什么，于是想了归林，一是下不人魂，身比风黑寡阴，又在母亲哎呀娘啊，那么总是母子相认，这干我的这个天当得知。啊，老大人，恭祝今日里
相家为生，与何时谁？相亲宫中当时非为别日，世代家山，代代家山。是啊，哎呀呀，为什么这些的是世代家山？定乎世代家山。带你妈妈带我去，也带着那副呼吸手机，带副我家刚来，哎，我来这准备哈，工作是是是。是个人精。上上来夫妻紧十条，没啊？不晓得。我来开除你来，夫妻弄得不靠我，贵顺嘎达嘎达吧，嘎达两个娃娃。接着睡了那山上，能量平房里。哦，比高了金贵顺不止。让俺的儿子偏忘了孩子，对不起，谁家子女啊？说问哪家小子？说出来难听些的，那个名臣子女，徐王名家王继是老先生子女，王子正先。哦，谁是这位王先生？不晓得，贵姓十三里的得病时，你们人哈哈叫佛子，谁了个人弄了地，这病犯狗的了。金贵姓听谁他个啥？哎呀呀，那么这位王小姐她怎样啊？各位王子正在家口呢，你去向你去清清清做勾上，西路怪是马虎是李石头位，留来想想命苦，吃了家里，这位王小姐实是可怜呐、啊。张国军。东次复山呢，今天是个人去。十二年，金贵生的指责，这个线路杨文广分出高，比夫子分十三次，不晓得。但是二当你刚刚晓得，都比你有两个的生命，开除你的你的十句，但杨文没办法。如此是来嘛，金家如何了啊？是啊，爹爹妈妈金家如何来也不是刚子，不晓得。小奴娘我嘞，各位王孙家家大义大德，金家一把担子抬回不去，绝不送子归家。如果冻结，
把那队伍的老板叫支线去呀，其实不也好的，这个是义父子不是私生子，一哈到了同一同不支线去罢得去。那么你去想，你个送人家的线路支线去哪领得的，线路进门你讲人家彻底不打队伍的后头支线去发去，弄得苦不生意，真那个人慌。门前来了金客，玫瑰香，做何事？对呐，今日客上美丽俊丽，哦，线路马的，这个线路马个人呱呱了，刚来的生九百年九年子，距今六年一百五十两年。孙杨春听到个，他们个家长里大夫落水，他那在家长。还让带到我身上想来，我得让牛仔是那东西来打，银子是马袋，一百五十两。你都问我做啥生意，我真智慧，我是做金融生意。啊，对，叫人为的带到我身上想来，门门口，不知阿些的姓啥叫啥，啊，老大人恭走。对，不知这位第一客人，他姓甚名谁呀？恭走。不姓李，你不姓张。同心与同乡，共走同心同心，同心同乡。老狗一看一惊，看上去该他不能再等我去，马上去。这一想嘛。现在马上睡醉了，反而显得心虚，不好。好来好去，只晓得山东人姓徐呀，总不觉得晓得我徐阳去哪了。这个集体上，啊，老大人，公主，我想山东硕大的地方，姓周之人，何止千千万万。这个小儿童们是渺茫的了啊，动作并不渺茫，真是不渺茫啊。本来上提后流动介绍都阳农小家口中可居女婿的乡农阳门上门的金刚手家之宝恶有心的当初女婿怪声大自己马上我女人请得一下部门一门门我呢跟女人叫知识家你阿哥的叫知识家懂得谁那个线路这个线路身上的这个杂和女心定哪里把你所有的身上的血誓也是这里有些我的那么女人叫叫谁受有钱讲不清楚那么呢方在明林郎相思去想我嘞
我牛在自家身上，也与我女婿金贵生娘七家人发明家之争，牛在小心一边。他们心中迷醉去打真王打胜利啊娘，他娘一身的呀。哦，西洋军听得个他们三个亲戚里像一个霹雳上面娘一进来十安都一张五七四十你水了隔壁那位的一点点阴亮不得塞比那不能给生人一生你们女子不得方法你老夫妻要七十三岁的这个女子宝贝塞比那不能给生人啊老大人恭奏这老大人之意嘛牛在不是我们周家之神了啊公主是机敏哎呀呀老大人你的是我风中圣女名气外甥你想给你背着帝官之神啊给我来听着公我张国军从来不尝试气你那个门女在到底先说你家是实心谁那林子先生马上到山东给他真家里与我们能打还与我你一句也忘家是先生心真跟我们工作那女良也深定你真高公众不幸分有在病的必然准备要门牛在既然觉得牛在身上你要身上是个历史信息张国雄怕凶怒让你大致牛在外州山东绝无而已谁让真相门牛在外不研究你各种就在母特子你爷娘去够以来爷了娘收了了你没带牛米来门里那样姓啥我想你不记得为的是要姓金吧本是姓徐家的身上姓徐嘛大子女在外州山东你该到外国等我去的了别好发的了让口香女子对门对牛在口口们来了还气十安呼吸呢不一天不口气呢是要提起呢对哪位都过得出个种子体来别是被水金刚想贴不威法怎么样今朝我还来不得后事不得来来从来分析了米空必备米貌是眼睛得牛在是过来弟弟孙东黑日盖斯黑日盖斯你好啊母娘弟娘干出这种事来谁见分内万事信金再是信金站弟弟孙奴是江日是烈江日是烈弟弟妈妈做啥何龙三百向米空提亲戚谢奴表一号他个洗出来你金刚难办怎么样我来把你呀牛在为中共想是你死机想是什么死机希望
是讲个清楚，侬侬侬，凡是与魏忠公在此，这魏忠公吩咐呀，堂堂一口不言了，男人。平常牛在叫我去送爱，我一去不惊蛰，谁还眼睛关的？难得你兄弟俩相濡以沫的，真是可以上班，快点弄来。礼让一场人，十十对十十对走过来。啊，姐姐，哎呀，不灵娘急杀了孩子，母亲，你分明是我们守家之人，真是。金家贵族，你总要有体谅啊！母亲放心，孩儿明白的。说是我未必信，我与你家弟弟只能是人相，可敌的了。母亲放心，孩儿明白的。你总要有良心啊！让他回宫去。老位置上说不定多长出眼的，不比京东娘娘还来拉客呀？一口个来趟呢？哦，你讲客个？哎，当牛仔年纪轻啊，不比你上一哭了心上一怒，自个来进家里边死光头的。哦，你会得哭，我不会哭啊。老人当年说，不哭不哭，我十六年哭至下来在，哭不够呢，一个铜钿也不要，也试试哭。我京东娘娘手头借的应该。就得摸出来马上不得让下又没哪里进来的接得应该呀。哎呀牛仔，今天你说与三心两意，我们金家就在你的身上，两娘娘请放心，娘亲放心，是是。那么不出声来带个老太看看，那大家哭，看上人眼里石铜的哭。那么来去向四面在了让逼弄来，顶来就是牛仔。牛仔说：“你的那叫我哪说法？一个是，这个是吃亏，半夜搞开心，一搞伤心。”我说姓徐，京东娘娘害我当中来着，应对不让我吃。我娘就记得给他来着，而且这一时我牙金贵生来着，是金家里时刻我这也难说法呢。那么我说姓金，徐家里儿来夫妻十六年养育之恩，我难得的日历多。我今朝心就死死死了，我给地方写的，我随便吃。他现在叫我拿手发去，眼里别像流的了嘛，像手术一样老用出来。弟弟，母亲，对孩儿告别。
我是一个大男什么啊？经不起滴滴猜得紧，我硬的皮走得缤纷。从三人体谅的是我十二一三年不是恩，虽然不是对称养个十六年养育之恩，我心里想明白了嘿，笨蛋，这个事情我才好理好多呀。像诗句却是女来应在孩儿的身，孩儿依然大把什么人说问孩儿本心王听当郎逼逼谁推起压在冰日，身为一个人目光才看好牛仔的张纸，谁让真自家分骨肉屁股离开子凳子人当空了海拉拉手手上去笑出声，你到底姓什么啊？牛仔一听嘛，哎呀，亚平常欢喜我得不得了，兄弟的闲话明白一句，今朝小畜生冒出去，不知气得哪样子。再对亚张面孔一看嘛，一人青一人白，我这个真是胃口一吃开了。今日被人开出去，滴滴他怒气冲了天，理发清倘若今日命归阴，为呀就为了你们老娘亲，岂不是我忘恩负义上天理，岂够让吕不消命？拿他一步干，我来金刚拿没法对子女在
金奴娘娘听出毛病来了，半生啊，金家里半个儿子要你啥子啊？是你，牛仔，我为你读书名利，莫本水牛金房为了么？难道你亲生的娘亲不原谅我？牛仔走进来，我顶破嘴这个绝活，我个娘现在在让金家里。对的呀，我父亲已经是个娘，性命不保。本当我想的美好，本当我不信是来不信真。家臣两心相依，我记深。不料寂寞，他是离离别，得得别人恨着分。亲娘的名，娘亲命不保，将我真为人，凭他体态到哪怕的翻身，我也要舍身破死来救娘亲。在追你的，我现在顾虑不得许多，我把了自家亲娘的性命了，我真正心急，我心有等等大家被儿来跟人工，我巨大的让我磕头拜拜，我相信你都会原谅我，弟弟，母亲，弟。娘的恩人，我丫头抱一什么啊？说文儿本心姓什么啊？说文。像个被屋里阿妈娘以所有的人的目光，谁不出来看自家里像很老夫妻？中当子哪日要大吵大闹了，跳都不让干，各位了得。
现在最后几个西洋针当身体锁定嘛，一句海王没其他他已经推脱了靠背里向，动也不会动。一格子一些，那么这口气实际上是眼里，让我浑身咯啦啦。那浪发对，面色一人一人的浪变。真生气呀、啊！哎呀，畜生！你，啊哇！对对，西宫。中高女穷幺娘别子也听见女童的一个幺娘子，哎呀出生啊，像世纪小于你之中不像父你今日的大吧，大死了畜生，放下我心头恨，我们背叛老命坐地上，我当上了定都地那命，要老个些农帮护士。当可怜呀！当张虎军走你的，你金刚的厅上，金刚的山能熬得人来打。有军海上公众气脉，公众想你在安当人谋提前第一之事，不幸贵重理应如此，永要将他知道。不能当，阿是侬养子的时候几乎年寿，连得当都不能抵挡。纵使畜生非奴养。是抚养的恩人，
让我竟不能忍，将他担。当然当然，终于谈离了。公子，牛在汤也不是，马也马的，打也打的。如今要知道牛在，却为哪的？好当，虽然要我刚子大理出来好当，那么今朝当大理嘛，我死于大理，老大人做。大他人嘛不晓得娘，醉一桩。他是莫中翁，并无真长辈，多读多言配参观，是你莫无真长，多读多言，却是为何？老大人。寂寞明台相思曲，为什么我们不与爹娘同吹响？今日我们相恋始终意，为什么我们不把相恋并蒂娘，既然要爱难去把亲娘生人，为什么我不惜告病而高谈，既然爱难生了亲生母，为什么要把我们埋在沟中央？为什么要听他设下牢笼计？为什么要骗我们到此得家上？为什么没得家人闭了红门？为什么把爹娘当住了黑绿帮，要逼死在离我们大母了海里去，公众为听心动，他小小的年龄啊，披了衣裳心。够神秘是心上，今日里我只打只出生门本领苦言淡，听你的我有一定的淡，可你气得是淡，不让你可阿不来，不让你可两句出出去，公子。既然如此，为王公子许下礼金，六日金交。大得的，大得的，好当，好当，我是要当。个畜生忒不良心的，你老夫妻半夜天不看见呢，谁要接近呢？
你哪会得干出个种事体来？畜生！弟弟，神经要打了啊！弟弟，你今日的打吧，今日你就是把孩儿为我的打死，我也是甘心情愿的。为了家人家义，三十不是得亲的，血啪啪打进门的呀。打得亲有啥个两样？随便个分那都不理得一得。一进门谁把那走衣裳，一身走起走到十三为止。你要娘穷得十安个地步，你出去身上像牛皮皮骨零零。你老夫妻三顿饼两顿，两顿吃一顿，你至少吃过一口。咁你听不到你讲一声，七十三岁的，比啥你五百几年子呀？大庭广众啊，是狗杂杂要心惊，弄你老夫妻个面皮不来恨我嘞？那是俺五不良心，我再来孤立地来耍。畜生，上打，砰！老太太一哭就上，跟你这里呼吸，佛说的，离让一场，跌打自从过来。哎呀呀，老相公！对了，刚才哥哥你搞出来啥事体？夫人做什么啊？对了，女女妈妈，相奴是有良心，水晶高天不？老相公。你可知晓，大人恩深，痛在娘心。你如不要大量，畜生毙了良心，你会要与他讲心。哎呀呀，老相公，你说如定要这大女在，我的死在你跟前了，难不难弄翻？今家的家事他人，我可以不麻烦。跟老高先他，我家事不答应，也要当我拼命，也要死在我眼睛门里。老老发根子，夫人，老相公，你打我一击都打不得么？老女人不是白打，可可以欺负出，要说起。真正一击不让你打，是俺过年纪气话之当办法。老相公，既然的呀，只打你在，为望你高高举起，轻轻打响，你的大力啊，一笑吧。这不我看一击。是一起，真正一家也靠一起。畜生，弟弟，如今当真要打了啊！弟弟，你需要用心，今日的打，今日的打，哪个用心呐、啊？去忙门的一口嘛！哎呀，不好！这叫得意思，不忙忙，忙出去一匹马，一点点看不出啥。正在气鼓的一双眼睛气哈特，其实你的眼睛朗向嘛，吓得弄错的，不是眼睛哈特。刚刚看脸上举起来的辰光了，手手才飘到这面孔朗向去。
松松细细八个字，所以忙起来一片八木木。罗亮跟松松粒粒清香，撩起来一口嘛，根根人世相仿，细细八个字，眼里那含我的日。我是两眼昏花，你一美上世飘忽不世上这落得难口梦一场，这个做子难噩梦。我是一样中我大个的年纪落得十次岁上这下难不难口，这一想嘛事体正大个提不着，想想女子一向有情的小女你要娘一对难为的是俺们谁真干这个天不为好，你还叫明不白发事体已经到个地步，我再去当里做算人空出身门将我无风，谁控制你老夫妻生理之力多，所以李让妹妹叫妹妹叫老郎落来，有这一口牙跟李让老郎放下来，后世老郎太重，哥哥一直你担呀。哎呀弟弟，今日的大把这一下，你今日的大娘这一下么？再没有人偷人了，再没有人偷人了。我要自己偷人，是悲伤。哎呀，弟弟，儿啊！失落你父子之人，今个得你再叫一声弟弟，再叫一声娘。母亲，夫人啊，相公，我们与你叔叔呀，离此地，相公呀，哪里去呀？不去什么西哈去西。为一个张米空灯那给的了夫人啊，哪怕是阳山我无私与红发家不输的跟哪路人去，走两步回头来的儿子妈妈，走几步就回过来的女子，看看依依不舍。老相公，走呀！女子啊，也进来，看呀，要走啊！这个男孩追你，是个婆婆当里面，你看呀！哎呀，弟弟母亲，追不得的，追不得的！张国兴看见个众生，你们心下不忍。将心比心，假使我无此理我也是安的，那么要紧上来安静啊，我自家的后来夫妻去世来让我身体说不定，这工作我晓得你是通情达理的人，跟牛仔对对确确是我与世一样的熬皮骨血，
父亲贵重嘛，天经地义，别个难放肆。你今家里不会得贷款呢？牛在是你当着自家对亲的爷娘一样看的。至于你对自家的一个乡里嘛，我来做主。让牛在早点无婚，这道理不可能的。刚刚晓得牙岁了，继母要岁满三年哈，因为你身边人分量重，我做主早点无婚。阿姨说不忙新娘娘都会站起的都养几个女子出来那么第一个当然姓金个第二个我做主本着自家的姓氏那么第三个嘛不客气是我也是个奶奶是讲五百女子的不是你讲了还能够气给你阿姨那我娘女在五分呢顺军情能自救下家哎各位自救下家他是自身他打的比来这个脏气呀别了不落现在养出来不舍得了所以说呢金家的洗家的张家的通通才回来那金家的不回来嘛这金身不上来回来啊这洗家的洗运势了洗利息了啊我一洗信用了才是个呀张家的定都张继林、张继国、张生为张俊梅，通通在一代一代是我起那有些人是大概当年大一头的下下去的这空门想我休息日够口令的清早够我西边自己的人生这只碗我许海文手中记得真家身一位双亲的下文我怎能与时空门走了这家身想娘子如今生儿育人打来你三月呀临奔到那日子我是有得几亲儿迷将我儿后去觅成的我们亲生不如来相亲我怎能与时空门走了这家身大不如冲破袈裟去东家铁皮
学车家啥日饭不能